大家好，我是瑞光老师。接下来跟大家预报九月八号礼拜二个星座的运势哦。运气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，第一个啊是巨蟹座，会有贵人帮忙，帮你带来很多业务，哎，财运很棒。第二个呢是双鱼座，你的家人呢非常照顾你，而且恋爱的部分呢也很稳定。第三个呢是处女座，你自己呀，非常的积极奋发，很努力，然后职场当中呢受人重视。特别要注意的两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天蝎座，情绪的起伏过大，压力太大，你要好好的减压一下。第二个呢是摩羯座，你有一点点过度紧绷了，要小心你的健康。在星颜色以及数字的部分呢，风象星座朋友是蓝色，数字是2；火象星座朋友呢是淡绿色，数字是5；水象星座朋友呢是粉红色，数字是1；土象星座的朋友是黄色，数字是4。